什么情况啊？完全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啊！这是吵架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稳操胜券了。原来是跟老夫子对线，那就放心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吓我一跳！这小子头上也没月饼，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锤我一个，我喜欢，我就喜欢这种刺激的玩法，这样才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出我强力的一面，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压到塔下打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兄弟们都来了，我来打头阵，闪现近身一锤子80，给我坐下，反手逃生。不是老夫子，你带个斩杀干啥？有你这么搞的吗？这不赖皮吗？二打一还带斩杀？就你们会摇人吗？我也会。兄弟们过来救老夫。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拿拐棍的老头，盘他。哼，爽，我看今天谁还敢惹我。瞅瞅瞅瞅，真机欠不欠啊？没蓝了还不走，绕后了绕后了，我等着收割人头就好了。嘿嘿嘿，给我倒，游走一下去，不能老待在下路，不然怎么带飞啊？先搞定狄仁杰。哎呦我去，反手闪现秀我一脸。就你有闪现呢？我也有。对面你们两个也别嚣张了啊，我真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打。去去去，一边去，都在下路啊，那怎能少得了我？来，你们打我来。哎，不是老头，你拿拐棍困我，你确定？我可是还手了啊。太刺激了，我估计随便再摁我一小下下就没了，就少了那么一小嘎嘚儿。这就是命啊，运气太好了，看来我已经掌握了胜利的节奏。面对老夫的草莓味金刚芭比，对面是束手无策，就像这个狄仁杰还有这个甄姬，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自身这么脆还要出泉水呢，千古奇闻，费解，太费解了。狄大人，又是你，过来过两招。高手过招，招招懵逼啊，这什么操作？大招后然后闪现贴脸要打我吗？费解，非常费解，这样的对手我还能输？搞笑，来了，终于来到我最喜欢的团战了。别看就我一个人，不过我完全有反杀他们所有人的实力，这叫自信，这叫膨胀，瞧好了。没关系啊，一个人头不足以让对面翻盘，不过有个挂机的队友就难受了呀。不是大哥，都快过年了，你好歹动一下。动了，他动了，哈哈哈哈，应该有搞头啊，靠你了兄弟，把兵收了就没事了。算了，带不动。